当代建筑学正在挑战空间的限制，并扩大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独特和具有艺术性的建筑结构是如何重新造就我们生活和工作环境有更多的了解。过去50年来，建筑材料的大发展为专业设计人员提供了工具，从而使他们能够测试自己的创造能力，并重新界定现代建筑学的范围。WonDoor 水平滑动防火门产品与建筑物设计的演变同步，并为防火技术确立了新的疆界。WonDoor 公司设计、制造和安装革命性的水平滑动防火门系统的全球领先者。40多年前，WonDoor 率先推出这一产品。从那以来，我们针对该产品开发了470多种改进，以提高可靠性和残疾人的可操作性，增强产品的美感，提高产品性能，达到新的火灾和烟雾测试规定的性能，扩大产品的尺寸限制，并配合新电子技术的发展。WonDoor FireGuard 系统是原创的水平滑动防火门，在性能、设计、创新、质量控制、价格和客户满意度方面，它持续为行业领先者。请你想象，在你的下一个建筑项目中，其内部空间不受传统的防火等级建筑的限制。请你想象使用大跨度防火等级空洞，而没有地板轨道或金属门框。请你想象灵活设计符合建筑法规的空间，天花板高达9米，具有有通畅的门遮檐的封闭凹槽，为业主、建筑物和消防人员提供多达3小时的火灾防护。请你想象你的建筑物配备最可靠、灵活和最先进的防火技术，从而提供几乎看不到的合规防火等级通道，保护世界上最高级的建筑物，并与微处理器技术完全配合，每个10秒钟监督系统，并能够向建筑物数里之外的遥控地点发送故障信号。如果你能够想象所有这些，你就能够想象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建筑师和建筑物业主40多年来的设计内容。你就能够想象以 WonDoor FireGuard 系统设计你的下一个项目的可能性。所有 WonDoor FireGuard 的产品包括一项重要的设计特点，就是独特的双规双墙结构，其具有一体化的元件门构造，每块板具有其自身的插销和滚龙悬挂系统，两面有独立悬挂钢板制成，采用搪瓷烤漆装饰的门墙能够阻挡火焰、烟雾甚至热量的渗入，从而提供独特的优势。两面门墙内部空腔在规定处配备连续的火灾防护撑隔毯，并在边缘配备绕性垫圈密封以控制烟雾，从而使门具有整整3小时的防火等级。门也可按规定加上一个 S 标牌作为烟雾控制组件。我们在各国按照当地消防当局的规定测试 WonDoor FireGuard 系统，系统在作为防火等级建筑中的防护性孔洞使用时符合相关标准，在世界上某些首屈一指的测试设施，WonDoor系统始终如一地展示其能够耐受近1094摄氏度的炼钢炉温度。门组件顶部和底部有一个防烟雾密封圈保护，其设计目的是在发生紧急火情时防止烟雾进入通道。门组件有一个特别设计的自动关闭系统控制，包括一个鱼门随浮的自封闭备用电池电源。该系统以及工程设计、可接收烟感器、火灾警报器、手拉警报站甚至喷淋器流量值输入。一旦警报器启动，车马达开启，门组件开始关闭。正常关闭速度各不相同，并可现场调准。其范围通常约为每秒204毫米。自动关闭系统包括一个直流马达、电池、一个变压器和一个微处理器和逻辑板。该系统有一个防火等级外壳保护，通常位于门储存凹槽背面。屋内电池系统提供电源，持续对电池充电，并使系统能够完全接受电子监督。随着微处理器技术和电子监督的到来，WonDoor FireGuard 门可提供独特的功能，
从而确保其随时准备在紧急火情中做出反应。在一天当中，门反复监测和检查所有主要系统，包括电池电源和所有关闭系统功能，以确保所需性能。门也可进行程控，在对业主方便时模仿紧急火情。在此模式下，可设定由门模仿火灾演习，使门关闭整个通道，回缩进入凹槽，然后向个遥控地点报告门在当天操作成功。这一功能能确保其在今天市场上的一切防火门中具有最高的操作可靠性。WonDoor FireGuard 系统配备特别设计的火灾出口的硬件，这推动使门板可对仅3-4磅压力即辨识并作出反应。门将按照预设的距离开启，然后停止，从而使建筑物中的人员能够撤离空间，然后门将自动关闭。门的开口宽度也是灵活的，能够对开启距离实行程控，可沿着门的开口在任何地方安放多套出口硬件。门的开口宽度将与启动的出口装置的位置对应。门的全员也配板传感器，使门在遇到障碍物时停止、暂停，然后试图全部关闭。门始终能够人工开启，在较小的开口中操作门所需的力量，与传统的摇扇类防火门相似。除了提供火灾和烟雾防护外，门也可用于实行门禁控制。在此模式下，若希望利用这一功能，则可将门组件锁闭，可利用个人电脑遥控操作和监测门，也可在门的安放地点利用钥匙、读卡器或更加先进的方法操作。一旦门进入防火模式，即取消锁闭功能并再次启动出口功能。由于一项称为先进同步化锁闭的选择性功能，得以在一个中央地点最多遥控监测数百个门，以监测门的活动、门的状态，并甚至遥控操作锁闭和开锁。系统可设置程控，在预设时间开关一个或所有门，并建立有关所有门活动，包括擅自出入的具有时间图章的日志。也可从这一地点对电池寿命和电力故障等进行门系统诊断。WonDoor FireGuard 的系统按照设计，可在通常处于打开位置的防火门地点提供火焰隔离。该产品的常见应用包括宽跨度开口保护。某些此类设施具有不同寻常的高度，并要求门具有曲线与封闭开口。WonDoor FireGuard 也通常用于取代传统的门和结构。此时，可靠性和美感是项目设计的重要的考虑因素和要素。WonDoor FireGuard 的产品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默博物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保罗盖蒂中心等大型博物馆使用。其产品保护无价的博物馆收藏品，并使参观者能够不受阻挡地观看宽阔的艺术品画廊。WonDoor 产品常在全世界的机场应用，提供大跨度开口，便利航站区的人流通畅无阻，并也可用于特别应用以保护随着开口，在需要时提供出入控制。WonDoor FireGuard 的产品也在学校、大学和政府大楼安装。灵活的设计使得建筑师具有多种选择，以满足建筑物的火灾隔离要求，同时使学生和学校访客无法看到。同维修和取代传统的防火门相比，门如果完全看不到，能大幅度降低损坏或滥用造成的维修成本，并大大降低长期拥有成本。许多大型零售商认识到在其产品中安装 WonDoor FireGuard 的好处，因其提高可视性、增强客流量、强化建筑物的整体安全性、降低维修成本，并具有环境友好性。此类设施在商场的高流量地区和存货间使用，以便在紧急火情下协助疏散。建筑物及赌场项目的业主发现了 WonDoor 产品多种功能设计，并通常使用该产品解决与楼层之间的升降机开口、游戏区和零售店、电梯大堂或楼层区分割相关的防火问题。
这些设计精良的产品维修便利，操作简单，四十多年来其可靠性有目共睹。对设计人员在遵守火灾防护法规并创造静能的内部空间方面，医院项目是严峻的挑战。在满足防火方面的生命安全要求及设计宽阔空间以便鼓舞医院访客时，WonDoor FireGuard 的产品是深受首屈一指的医院建筑师欢迎的选择。全球酒店市场无论是在设计范围还是酒店宾客的暂住性方面都具有多元化。这些项目出现在拥挤的市区、目的地度假村、高山小屋，并成为大规模历史文物修复的一部分。虽然设计范围可能多元化，在全世界使用WonDoor产品解决基本的防火问题仍然保持不变。由于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火产品，酒店宾客每天夜晚能更快地进入客房并受到保护。随着现代建筑学的演变继续拓宽全世界建筑项目的范围，WonDoor公司继续承诺以其革命性水平滑动防火门在解决室内防火问题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灵活的折叠式防火障碍消除了高度、宽度和开口勾形限制。您的下一个项目不受设计限制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您考虑WonDoor的时候是否已经到来？